今天真的很感动，就是看到那么多的朋友来支持这个演唱会。我是一个很健忘的一个人，很多事情就昨天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但是我记得昨天发生什么事情。重点是我会记得的东西都是像今天的气氛，然后看到我在唱歌的时候看到某一个朋友的脸上的表情，你们的摇摆，就是跟着我音乐的摇摆，你们的整个感觉，你们的能量，这些能量都一直留在我的身体里面，让我创作更多好听的歌。所以谢谢你们，谢谢每一个。精神 Just Say So， 想到后来可能一开始只想把所有的就是他因为他那刻骨铭心的感情就想写出这些东西，就是很难过，但是我觉得到后面开始写 Key to Happiness， 我觉得那就是人生的一个精神，就是不管你经历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最终都想要走到 happiness。 我最后在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我非常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特别是我们在谈感情的时候，很多就是很不幸，就是不是很好聚好散的感情，其实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毕竟这个人曾经带给你一些幸福，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去珍惜这些美好的回忆，或许即使不能当朋友，还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但还是要感谢他们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写了这一首《Friends》。Goodbye.